我们守着，先守着。守着，你要找先生说了，先守着。捉迷藏，我们要藏起来。完了，捉迷藏我玩的最不好了，我从小就是那个第一被找到的。好，我们要拿这个，要抢这个是吧？走走走，咱们先一道走，快走，快走。这么大地儿往哪儿藏啊？哎，对，哎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。哎，你别看到他们真人的时候就蔫了，就突然。哇塞，我跟中间相似的太棒了，哇！这，我当客人呢。我觉得这个方式，这个地方比较好，在哪儿呢？这边有这么多人帮我做掩护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我躲起来比较安全。我围起来，围起来，围起来，围起来。所以有你们真好，护你一世周全。藏在这里面，进不来。哎呀，这里又暖和。不可以上房顶了。这个门怎么开？嘿，出不去了。开始了！炸起来砸！哎嘿！炸起来砸！哎嘿！还没人动！走了走了走了！那就这么走！不知道我们对的，哎，飞脚。哎，这种感觉真好一下。韩刚，韩刚出来了，韩刚，韩刚，你给我出来！什么意思？这片面是不是？这大清早的。对。慢。韩刚或者无人。哎。他们那几个所谓什么颜值啊要面的人吧，肯定不可能躲着，就玩那种特别帅的那种劲。他躲也得躲得帅。哎，走走走走。哎，看到一个小白。小白，你现在追不着他。白蜻蜓，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战术，你左右转还是会遇到我们的人的，你左右转还是会遇到我们的人的。你被逮着了，对不对？你已经被逮着了，对不对？你来了！张大伟，来了！张大伟，来了！啊！新人，什么东西？是，不是，哦，这节目太累了。